他还有 一种法器在他身上，便没有显出那一种法器。他有卡昌卡，有嘎巴拉，有这个夜刀啊，但是有一种法器没有显现出来。这种法器就是在狮子的本身的双耳，它就是一种拔。什么叫做拔？我们不是以前在乐团里面用呛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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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懂不懂那个东西啊？懂了。那个东西啊，你这个那个鬼啊过来啊呛，变成肉饼了、啊、肉饼变成肉饼，你知道吗？变成肉饼呛就死了。这鬼魔的头赶来，像那个小林啊，像这个没有中用的小林，这个什么什么是印甲，根本你看那几只飞镖算什么，对不对？这个呛一声，他的耳朵都聋了。呛一声，什么中村一武啊？中村一武，这个呛一声，渡边一郎，这个呛一声，这个黄金钱，呛一声，这个、林良之。这五个鬼头啊，全部都耳聋了，呛呛呛呛呛。那五个鬼头算什么？有本领就来找我，不要找我那些善良的弟子。摆平就要摆平卢生燕。卢生燕，你如果摆不平呢？生活中还好好，所以他有两个法，这两个法很厉害。十面空心魔，一个是用呛呛，那鬼头就死了，就变成肉饼了。另外这个蓝色的昼日的光网出去，像飞刀一样的旋转，那个头都砍下来了。